他们就是要蹲马步，看他们的马步蹲得非常的扎实，而且呢踩得非常扎实的一个湿度啊。而且呢，学校的社团呢是由2到6年级的学生来参与，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已经毕业的学长回来，一起来热闹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接下来要